八月四日，稳固如同上帝是信实的。预先所定下的人有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有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罗马书八章三十节。从上帝预定的永恒过去，到他荣耀的永恒未来，没有一个失去的。注定了儿子名分的人，没有一个不被招来；被招来的，没有一个不被称为义；被称为义的，没有一个不得荣耀。这就是圣约的信实里一个牢不可破的钢链。为此，保罗说：“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”腓立比书一章六节。他必坚固你们到底，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。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招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哥林多前书一章八到九节。这些就是上帝的应许，他不曾撒谎，如同上帝是信实的一样，那些重生的人是稳固的。